综艺盛典全新亮相，精彩的对抗让您大饱眼福。这里有最犀利的嘉宾评审，这里有最卖力的明星队长，这里还有最给力的才艺选手。看炫目的绝技表演，听悦耳的老歌金曲，聊动人的情感故事。每周四晚21点，让我们一起锁定综艺频道，精彩这一刻，今晚看你的。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综艺盛典今晚看你的，本栏目是由香丹青独家冠名播出，我是龚岩，欢迎各位。来吧，首先认识一下今天光临本场的三位点评嘉宾，他们是严当当，大家好，刘和刚，李伟健，欢迎三位啊，也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天我们的所有选手交给你们来点评了。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呢？跟大家说一下啊，非常奇特。今天我们来的两拨人，一拨擅长和动物打交道，另外一拨特别喜欢和植物打交道。可以说这期节目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一种组合。那么说到这儿，您一定非常期待，到底他们的工作和什么有关？为什么是动物，一会儿是植物呢？别着急，接下来精彩马上为您献上。我们有请汪正正和他的第一轮选手，来，我们有请卓林队长和他的第一轮的选手。哎呦，来吧，那就先由正正队长先介绍一下咱们第一轮参加的选手。哎呀，我们今天我这个队的队名可是厉害，我还有队名了。哦，您说我听听。我为植物狂队，嘿嘿，怎么说起来叫植物狂？植物狂。介绍我们第一位选手啊，二木。二木这个名字呢是他自己的艺名，以前呢是就是包地啊，110亩地，专门种什么呢？种这个多肉植物啊，多肉植物。现在已经跨越了，现在怎么的呢？介绍二木，造一个大花园。那这边呢，林老师，我们这是我为动物狂队哦，我们这个美女队员叫马静文，你看，果然是这个我为动物狂，姓马都，哎，对，姓马都跟动物有关系啊，对，这个马静文是一个动物的美容师。第一轮哪位率先出战？交给灯光选择，请开始。好，来，停。哎呀，反了，没猜着。好的。妥了，灯光选择，第一轮率先出战的是我们汪正正战队的二木，来，二木，今晚看你的。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爱的就是你。
有些人唱这歌的时候吧，一般都是内心会想起一位女性的角色，比如说自己的爱人、自己的媳妇儿，是吧？我估计你唱这歌的时候，脑子想的都是你的植物。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就像多肉这样的植物的？我是从2010年开始，然后当时也是一个小白领嘛，然后就觉得这个每天工作很压抑，然后想给自己一个小阳台打造一下，就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现了这个多肉。哎，我觉得这个植物好奇怪啊，然后长得像那个糖果一样，它的颜色特别漂亮，然后有的人又长得像动物一样啊，有兔耳朵呀，什么熊爪呀，我觉得好奇怪啊，然后就上网去搜，但是那时候没有资料，就完全靠自己，然后我就一点一点的积累，经过3年的积累吧，然后当时就出版了这个第一本多肉植物的书籍。哎呦，其实我原来也养过，我在没养之前呢，他们一直给我一个外号，就我没养多肉之前，你知道为什么养多肉吗？他们老给我一外号，他们说我是主持人里边的多肉。他们开玩笑这么说嘛，我也去搜索多肉，我会发现这样的植物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其实还挺好养的。而且它还就是像你说的一样，它特别可爱，它是用现在的话说叫做有一种治愈能力的小植物，对不对？是的，就是多肉，其实你养它的话，你要把它当成宠物来养。哦，真的，你像刚才我唱这个歌，我是其实是唱给他们听，就你在里边会得到很多的知识，然后你会发现植物虽然说没有大脑，但是呢他们也有种族意识，然后有保护意识，然后他们跟其实跟人是一样的，有感觉的。哎呦，你这真的是说到点上了，把植物当成了宠物来养。对，而且你不光是把宠物放在阳台上，据说你还把宠物放在一个特殊的花园里，是吗？对，我就是为了养多肉，因为房子空间不够大嘛，一开始我就后来说服我妈2年的时间，然后我妈终于把房子卖了，卖了以后我们去买了一个有院子的，我就为了有一个花园，因为我们自己这个年轻人嘛没有钱，然后我就说服我妈说卖房子吧，我给你打造一个大花园。2年的时间终于她同意了，然后我就卖了房去养多肉，结果到后来空间又不够了啊，50平米也不够了，我后来我想这个有更大的空间，有一个植物园又不行，然后我又卖房子，然后又包了地，然后一直到后来去年的时候，然后有个110亩在包了一座山，包了一座山，然后我就用集装箱去改造了一个大城堡，白色大城堡，然后在里边养我的多肉，然后又建了很大的花园。为了你爱的这个多肉，真的是够痴狂的哈！那你现在这个大的叫白色城堡，对不对？是你自己打造的？有多大？其实白色城堡并不大，我用了6个集装箱来打造，然后还不大呢，6个集装箱还不大。170多平，170多平、然后整个花园的话，大概有5000平左右。那你现在把房子都卖了，你住哪儿？住城堡里啊？是住在那边，就住在那个花园里了。对，然后我们一家三口都住在这个山上。哎，这个多么让人羡慕的一种生活状态啊！为了自己喜欢的这个多肉，把在城里的那个房子卖掉，然后到郊区建了一个自己的大花园，真的住在花园里边。哎呦，你这个状态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这样，我们看一看白色城堡的照片好不好？看一看他为自己打造的这个伊甸园或者是梦中花园是什么样的感觉。右边那个图是我们家的小姑娘。哦，你的孩子是吧？对，我在造这个山上的这个集装箱的时候，他就跟我们一家一直在一起。哎呦，这个就是你们的这个白色城堡住的地方，对吗？对，集装箱打造的，就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一个生活环境。哎呦，这个是什么？就是我，因为我从事了这个行业，从事这个多肉，从事园艺这一块，所以说我也建了温室，然后再养殖它。也就是说，其实现在你把它从爱好变成了自己的居住的环境，更多也变成了自己的经营的事业。对，现在基本上靠它为生了。其实靠它很难为生。哇，但是爱好它能让我一直坚持下去。那说的对，有些时候物质是一方面哈，但真的找到自己爱的东西，可能比得到物质更加的会想到富足。何况你还拥有这样一大片花园。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一个梦想中的生活的地方，你这有点陶渊明的意思啊。既然刚才你说到了这个这么喜欢多肉，那现场给我们讲解一下吧，好不好？从这边开始介绍吧。这个叫熊童子，然后它最特别的就是它有绒毛，你可以摸一下，然后像那个熊的小爪一样，哇，毛茸茸的，好可爱啊。然后就是植物长得像动物一样，特别好玩，他们对毛茸茸的好可爱，但是它会散发出香港脚的味道，特别臭，你可以闻一下，要摸，摸了以后它才会散发，
因为植物它是为了保护自己，然后散发出这个味道，让动物不去吃它。呵，我说我以为我们今天现场哪个导演脱鞋了呢，你知道吧？我还跟着闻，你闻着有这味儿，这是一看才闻到了，原来它还有这味儿呢。哎，这个挺好玩的，就知道，比如说臭鼬。对不对？臭鼬，动物的臭鼬，它会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会释放一些气体，让自己迅速的逃跑。对，是的，植物也是这样。植物也能这样啊？它跟臭鼬还是一个家乡，一个故乡。哦，真的吗？对，都在南非。哇，这个挺逗的。好吧，那这个呢？这个是它不会也有香港脚吧？这个不会，这个不会。带了四个香港脚植物，这不行啊。这是几天科的，叫桃蛋。桃蛋？对，因为它像那个鸡蛋一样，圆圆的、粉粉的，然后现在很多小姑娘特别喜欢。就是那种萌萌哒，是吧？像糖果一样，糖果一样，少女心萌萌哒的那个感觉哈，很好吃的样子就。对，就我真的想尝一个这。这是可以吃的啊，真的能吃啊，真的能吃啊。就是绝大部分的多肉都是可以吃的。你别骗我啊，别弄完之后。但是也有的有毒的，我不吃了，我想尝的就不能吃了。这个可眼观不可亵玩焉，好吧？来看看这个，这个叫玉露，啊，它特点是它里面全是水。立观看的话，就像那个宝玉一样，像玉一样，哇，特别漂亮，有点像葡萄啊，对，是不是啊？有点就像葡萄的那个感觉。然后有强迫症的花友，他们就说想拿牙签把它都戳破。别说，我现在就有点想把它戳破，但是人花嘛，对吧？那么好，干嘛要戳破它呢？这个，那不错，这个我想不到，原来多肉有这么多品种。这个灵芝是怎么回事？这个不叫灵芝，这个叫生石花，它就像石头一样，然后它也是在南非生长的。不，它就是天生就长这样吗？因为它也是为了保护自己，让自己进化了以后呢，动物不能吃它，然后它跟石头长得一样，就是在原生地里看不出来。开花特别神奇，它会从中间那个缝开出花。哎，这真的是啊，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属性，不同的属性有不同的特点，所以这可能我就能理解为什么你如此喜欢多肉了，因为它每一株每一颗都会让你觉得感叹这个大自然的神奇，对不 对？让你觉得说啊好可爱，然后真的是想去研究的，是吗？对，特别棒，特别棒。三位点评嘉宾，关于二木刚才的表现有什么样的评价？先从何刚开始。我觉得是这样，你不是专业的歌手，我觉得你怎么唱都行，我觉得怎么唱都好，因为你唱得好。我倒觉得有一个建议，如果呢你在这方面挖掘一下，找一找自己的特点，搞不好啊，说不定你将来就成了园艺圈里唱的最好的。其实我现在朋友就说我是园艺界里唱歌最好的，是吧？然后唱歌界里边种花最好。我看的没错，哦，对，准确，还是专业，还是这个何刚老师比较专业，是吧？哎呦，可以。那魏建哥，你有什么样的点评和意见？在我们所有的人都奔现代化城市往里头扎，我们看着一平方米多少钱，关注那个楼的价格的时候，他很超脱，他去追求他的梦想，他去跟大自然亲密的接触。我觉得我们在追求现代化的好的生活条件的同时，别忘了大自然，有的时候大自然会给我们更多的愉快，给我们更多的一种胸怀，是不是？好多人为什么都问你啊，你这将来住哪儿啊？你看他没考虑过，25年以后，他肯定他的快乐，那不是用金钱能买来的。我们更应该关注自然，关注自然界，关注人类本身的一种生存条件和生存的环境，这个其实更重要。特别好，回真，对，人不要忘了自己从哪里来到了城市，这点特别重要。对，好，那等等，有一句话叫不羡鸳鸯只羡仙，你在你的兴趣爱好的基础上把它作为事业，同时你的事业又是你的兴趣爱好的一个升值，我觉得这是特别好。而且你可以带着你的家人还有你好多朋友去观看你这些你养的那么多植物的时候，你是有一种成就感，这种成就感源于你对生活的热爱，这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的，那这就是我们二木刚才带来的表演了，三位我们的点评嘉宾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接下来看一看与他同轮对战的马静文会带来什么样精彩的表演。马静文今晚看你的，
三明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一似雪在跳动，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仍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告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满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现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来已渴望，直至以后。你是从事宠物美容，对对吧？咱们先通过图片看一看他的作品，好不好？来，哦哟，中间是泰迪。那个是约克夏，雪纳瑞，雪纳瑞，这个也是一只泰迪，一只泰迪，嗯，你是给它染色了吗？没有，它就是这个样子。它长成这样吗？对，花卉，花的泰迪哦，嗯、真的没见过这种，很少。那是它的小屁股吗？是，给小屁股美成一个桃心的形状是吧？你做了多少年这个工作了？我从事这个行业有8年多了。我、哦、8年了，我、嗯哦、资深的美容师了。对。哎呦，你是为什么喜欢就是做这个行业呢？平时打理他们的时候。然后呢，就是，比如说在家里的时候呢，形象可能不是那么的好，嗯、但是来到我们这儿呢，然后通过我们的手艺呀、啊，通过我们的专业知识啊，然后把它打扮得很漂亮，然后我会觉得说，他们就是非常非常的可爱，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动物啊，它本身是有情感的，然后再结合它可爱的造型啊，我会觉得说，作为宠物主人来讲，在饲养它的上面，也会觉得很开心。嗯，就是也就是说，主人满意，然后我也就很开心。应该有些朋友会知道啊，就是他们其实挺辛苦的，是的，因为在那里边呢，首先有时候夏天特别热，而且狗狗那毛呢一剪完之后一吹起来，哎呦，满天遍野到处都是。像我本身有对狗毛过敏的，你还对狗毛过敏呢？是的，那你还能干这行？是的，那你怎么办呢？就戴口罩。喜欢那就没有办法，戴口罩也避免不了。嗯，对狗毛过敏能做这个专业，那真的是无比的爱了，才能让你克服这一切的困难。我听说你今天带了一只小狗来啊？是的。是吗？能不能现场帮我们简单来展示一下你的这个美容技巧？可以，可以，没有问题。好吧，可以。我们看看啊，一只可爱的小狗狗已经来到了现场。那静雯，你是打算要把这只狗狗做一个什么样的美容呢？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想给它做一个卷发的造型。卷发？是的，然后做一个简单的、快速的染色处理。这就是烫染呗，那个吗？就准备要把它烫染一下，对对对对对。哎，这小狗叫什么名字啊？它叫草莓。草莓，嗯，特别可爱。不怕，乖。哦，它也喷发胶啊？嗯。我怎么有一种这个化妆师在给我化妆的既视感？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老有这想法，老往自己身上着吧这个，我的天！来，看好啊。哇，这还有这个染色的专业的这种，是的，给它做一个一次性的染色。哦，这怎么找到一种给小狗洗剪吹的感觉？哎，那你平时最长的一段时间就是给狗狗做美容，做了多长时间？3个多小时。3个多小时、是吗？因为你遇到一些不听话的狗狗啊，你还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去跟它做一些安抚，哦，安抚工作，
对，只有他情绪稳定下来之后呢，然后你的美容做起来才会比较顺畅一点。哦，这个在做美容之前先得做一段心理疏导的工作，对，是吧？彼此在先熟悉之后再来。是的，你像我店里有一个会员，然后他们家的狗狗就比较有意思。嗯。他是不让抱，不让抱前腿。嗯。就包括他的主人也不能抱他，因为有可能受过伤，我们只是分析，对，他有可能是因为别人在抱他的过程中弄得他不太舒服，然后只要一抱他呢，他就可能会咬人。哦，然后所以主人就跟我们讲说，你给他戴上那个小鸭子的嘴套，很可爱的。啊，然后每次我们要给他抱到美容台上的时候呢，都先给他戴上一个小嘴套。然后你只要一给他戴上那个嘴套，他就像定格了一样，你知道，他就不会动了。被点了穴，啪一下之后就不动了。然后那个嘴套就是，我就说，我说这个东西就跟开关一样，你只要给他摘下来，他就活蹦乱跳的，很开心。哎呀，看你在现场做这个美容的时候，我都有点想我们家那几只小狗了。哇，太细致了，我跟你说真的，这宠物美容这事儿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干的，这太细致了。时间有限，嗯，然后今天只是大概的展示一下。好，好，好了，大家看一看吧，转过来对着镜头给大家看一看，那边看一看可不可爱，看那边小梅可不可爱，哈哈哈哈，好，特别好。那我们先让小草莓下去休息一下，好不好？非常感谢静雯哈，刚才现场呢展示了一小段儿，但是因为时间有限啊，我们只能展示您的这个技艺的一个小小的片段。对，只能展示一小部分。一小部分，我们听一听三位点评嘉宾对你刚才的这个表现有什么样的评价？来，我们从伟健哥先开始这一轮。我觉得静雯这歌唱的是。不慌不忙的，特别沉稳，看着很有舞台经验的样子。我特别想替观众问一个问题，多长时间做一次美容比较合适？美容来讲的话呢，我给到的建议就如果说是洗澡，我给到的建议呢是10天左右。如果说是美容的话呢，那就视情况而定，然后看它的毛长的长度，然后还有它现在的形象是不是有点挡眼睛啦，然后毛是不是有点过长啦。但是一般情况下呢，是1到1.5个月之间，做一次美容是没有什么问题。好，谢谢谢谢，长知识长知识。也不能太密了，对，不能太频繁，老贵了，你知道吗？也不能太密了，来等等。静雯你好，你好。刚才看了你给狗狗做美容，我就一面看，我就觉得你特别美。谢谢老师。真的，因为你那个姿态、那个语言，就像对一个小孩儿。因为小狗狗嘛，它不像我们大人去做美容，一躺那儿啊就很听话。小狗狗你得安抚它，要其实要夸它，对，还得跟它情感交流，就像对个小孩真的一模一样。就感觉你非常的有爱心、有耐心，谢谢。而且我觉得你还有责任心，谢谢，谢谢老师。我们看看何哥，刚才唱的这首歌叫《月半小夜曲》啊，是的，唱的挺好的，真的唱的不错。谢谢老师。所以说就是有耐心、充满爱心的人，唱歌也温馨。你们给这个小动物美容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真的不简单，说是它好看。说这个给他做完之后，这个小宠物漂亮，我觉得其实是在装点生活。有的时候，当你把这个装点的那么漂亮，走入人的生活的时候，其实也是装点人生。特别棒。好，这就是静雯刚才带来的表演了。那接下来我们把二位队长和与他同轮对决的二木请上舞台。二队长，接下来行使你们的权利，每位用30秒的时间为自己的队员开始拉票，先从郑哥开始。我来吧，来，倒计时30秒，开始，到点了。这个小狗啊，是能给人带来快乐，但是我们二木是吧，那可不一样，歌唱得好，是吧，植物种得好，他在很多方面，说句心里话，那真的是，咱们的这个典范呐。我相信他做的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在这儿我很希望我们三位德高望重的评委投上我们宝贵一票，感谢，感谢。二一，时间到。
真好哥，真的，这是我今年听过，我跟你说哥，真的，我说句肺腑之言，你说，这是我今年听过的最差的、最苍白无力的三十秒。该您了，三十秒，好吧，咱听听他了，他的名儿都没记住，你看咋的？来，三十秒倒计时准备开始。我们大家都知道，狗啊是人类最好的朋友，狗跟人类啊相处啊是特别特别的和谐，所以人人都喜欢小动物。我们跟小马同志刚才表现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我希望我们的社会，中国有句话啊，这个字如其人，有的时候那狗也是这样，有时候那个什么人也养什么狗，因为有时候那个狗的主人跟那狗出来，又俩人长得特别特别的像。我希望以后我们都带出狗出来的时候，都跟主人一样，越来越漂亮，狗漂亮。漂亮人漂亮，我们的社会更漂亮。到三十秒，我们的两位队长都已经说出了自己的推荐的理由，听一听我们三位点评嘉宾这一轮到底支持谁。从何刚开始，这个马静文刚才在这个给小动物美容的过程当中，有些细节确实让我很感动，所以在他的歌声当中呢也能体现出来，所以这一轮我选择马静文。好的，叮叮当当的，我还是把这票投给二木吧，因为他在不断的超越自己的梦想，实现自己的梦想，是我们很多人需要向他学习的，他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把这票投给他。伟健老师，您是最后一票。我觉得我就主席那肯定很为难了啊。我觉得我还是选择二木。哎呀，好的，谢谢。那我们这一轮恭喜二木获得了优先选择奖品的权利。来吧，回头看一看我们的大屏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八个号码，每个号码后边都会有一个对应的奖品。那二木对着镜头说出你选择的号码是二。好的，这二木嘛，二木要选二的号码。那静文对着镜头说出你要选择的号码是七号。好的，这边是二号，这边是七号，我们打开奖品墙看看是什么样的奖品。恭喜二木变频空调一部。恭喜静文 4K 电视一部。也感谢香丹青为我们这一轮的奖品提供的赞助。好的，恭喜二位。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二位队长第二轮会带来哪两位选手和什么样的精彩表现，一起期待。首先让我们有请汪正正队长和他的第二轮选手，让我们欢迎卓林队长和他的第二轮参战选手。我跟你讲，刚才那一轮在说心里话，怎么了我们还是留了一席。我，咱们这回卓林队长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你看，我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组合叫天行马模。你看你们觉得，咱们见过车模，是这个有手模，手模吗？脚模，有平面模特，很少听见有马模，跟面膜不一样，天行马模。你们的工作肯定是和马有关系，对不对？也跟模特有关系，对，和时尚和时尚都有关系。这边呢，这个咱们就是长话短说。好，他呢，咱实话讲，是当今咱们园艺师最杰出的。那谁，金阳卫，你给讲讲，你介绍介绍。这个园艺我就先不讲了，我还是再讲我一下更专业的。花艺好了，花艺，我花艺比园艺更专业一点，所以还是讲花艺更好一些。大家好，我是花艺师张静瑶。都已经介绍过了自己第二轮的选手，那接下来舞台要交给他们，到底哪一组会最先登上舞台进行表演？让我们灯光做决定，来开始。来，到底是这边还是这边呢？准备好，停。哪边？是。好的，那么卓林队的天行马模组合将首先表演，那舞台交给你们。天行马模，今晚看我的。
情也深，我的爱也深，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这是你们的好伙伴，对不对？先介绍一下他吧。你叫什么名字？我不会说马话，反正那个叫什么名字啊？他叫 Deventer， 是一匹来自荷兰的公马，今年11岁了。荷兰的公马。对，然后他与我一起征战赛场已经有5年之久了。征战赛场，我一直不知道，就是你们和马之间的渊源具体是一个什么样一个情况？是你是原来是赛马吗，还是什么？不是，我是骑场地障碍的。哦，场地障碍。那你们平时这个组合和马之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配合的表演呢？我们其实是一个马背礼仪的表演团队。然后主要呢是在各个地区，然后中国的各种商演的舞台上，比如说像各个秀场上，我们骑着马在 T 台上给大家展示马背礼仪的这种表演。看出来是 T 台了，他一直在踢我们的舞台。确实是比较擅长 T 台。哎，那我觉得其实他来说，他应该是对这个整个的舞台不是特别陌生了啊，因为经常会跟你们一块来参加表演。那你们那个表演的状况是什么样子？这样我们有照片，是不是可以看一看？来看一看，看看天行马模表演的状态。哇哦，哦，好帅呀！后边还有翅膀。马背礼仪能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就是有哪些礼仪在跟马相关的？这个我想交给我们的队长言辞来介绍。好的，来。关于马背礼仪，其实，这算是一种骑士精神。包括我们平时会跟很多人会讲关于马的一些知识，包括一些马的文化，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积极、正能量、非常阳光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这个马背礼仪除了在马术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存在，另外就是我们表演的时候，它是一种比较，怎么说呢？人马合一，然后跟马一起把这个精神宣扬给大家。我听说你们这个组合里，是哪位就是为马做过特别疯狂的事儿？我是吧？怎么个疯狂法？你说我听听啊。因为我的高中就是在法国上的，因为很小就出国了，然后在国外也是。Bonjour。好了，我就会一句啊。然后。高中的时候在法国，然后也是他就是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然后是在法国开始跟他就是结缘的，然后在高中毕业了以后呢，是被悉尼那边的大学录取了。想去澳大利亚上大学，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不在法国了，所以马就要运送回中国，没办法运到澳大利亚。然后我去悉尼上学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吧，我觉得每天真的是一种煎熬。对，真的是煎熬。他跟你的家人是一样的。对。然后因为陪我现在征战赛场的有3匹马嘛，然后我就为了他们就是毅然决然的决定回国。
然后大学不上了，没有没有，回国继续上大学，回国继续上了，对，就可能放弃了在悉尼那么好的院校，但是我觉得学业还是要完成的。对，那是当然的，学业是要完成，但是自己的这种怎么说，生活的伙伴，甚至是胜似亲人的这种动物的伴侣，当然也不能辜负他，也不能抛弃他，对不对？你看说到这儿的时候，他的点头，嗯，是，你听懂了是吧？啊，接下来呢，我们把任务交给三位嘉宾，由他们来点评一下你们的表演。但是我觉得咱们这位他叫什么来着 ？Deventer 现在有点要上 T 台，你看一直在踢我们的舞台，有点疲惫了，先让他下边去休息一下，好不好？好吧，来。先从当当开始，好不好？你们都是爱马之人，爱生活之人，所以呢，刚才那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更是唱给你们心爱的马。我觉得，因为它既是已经不再是大家泛泛说的什么宠物啊，它是你的亲人，甚至可以说作为爱人，那个爱是那种爱啊，是那种爱人的感觉去唱，感受了那种浓浓的爱意。祝福你们，希望你们能够越来越好。谢谢老师。来，小刚，在你们的歌唱当中，能感受到你们每个人身上有一种无穷无尽的马的精神。马是什么精神呢？从我个人来理解，它不只是一匹马，它也不只是我们的伙伴，它是民族积极向上、奋斗向前的精神。这是马的精神。祝你们成功，加油！谢谢老师。刘建哥。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提到亲情、友情、爱情，但是今天我看完了这个四个姑娘的表演和她们之间跟马的故事，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提倡一下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人与植物之间的这种情感，这种爱，我觉得也应该大谈特谈，因为科技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我们更应该关注我们身边的动物和植物，它们跟我们一样有生存的权利，它们跟我们一样有爱和被爱的权利。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不仅给我美的享受，也给我带来了一种深层次的思考，这种思考是人性的思考，是人与自然的思考，更是博爱的一种思考，真好。谢谢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啊，这也是我们这期想做这个主题的最重要的原因。像您说的一样，就像那首奥运的歌曲说的，虽然他唱的可能更多的是全世界的人在一起 ，We are family， 我们共筑地球村，但是所有的动物、所有的植物，我们都是一家人，因为我们拥有共同的一个地球，大家共同要爱护它们，保护更好的生态环境，这也是他们想要传达给大家的一种精神状态。好，那我们的天行马模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表演，三位也给出了自己的点评，共同看一看与他们同轮对决的下一位，我们的张静瑶会带来什么样的表演？掌声欢迎！张静瑶，今晚看你的。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地抬头，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透，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手中，阳光总在风雨后，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花的？我实际上是从2015年开始学花艺的。那我之前也是跟大家一样的，就是有一份正常的工作啊，突然有一天就觉得，哎，我不想上班了。那我想了很久，想干嘛呢？然后我就突然想，可能真的是每个女孩子都有一个开花店的梦想。然后我觉得做花艺师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事情。然后之后就我是属于那种行动派，没有想太多，然后想开了，然后就开了一家花店。大家不知道的是啊，静瑶在刚刚结束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还被受邀去参加了湖北馆的解说工作。是的，是不是啊？室内室外馆。那是什么机缘巧合让您去参加了世界园艺博览会的解说工作的？我有一个朋友刚好是湖北花协的，然后实际上是这样子，每个省都是要公开招选的。那他们要求第一是普通话好，形象端庄大气，然后也能够有一些英文交流，最重要的还是要懂花。所以呢，我这个朋友就推荐了我去面试，然后当时领导面试之后就感觉各方面都符合要求，就综合素质还是可以的，然后就过了。我们看一看有没有照片啊，端庄大方，特别有咱们东方女子的那种美和神韵，是不是？啊，和背后的花盆景都特别的搭调，很棒。谢谢。那这是她的一个生活的状态。那三位评审对于刚才她的演唱和她的表现的故事有什么样的问题和点评？先从当当开始。刚才听了你有这么一段特殊的经历，是大家特别羡慕的。刚才又看了那个照片，我觉得我特别想表达的是人景合一。谢谢老师。那种感觉，你是很温婉、很端庄、很大气，正是象征了现在我们中国对这种大国形象。所以选你真的选对了。谢谢。我现在特别想让你现场教我一下，因为我特别喜欢花。哦，真的吗？可以啊，现在可以吗？可以。行不行？插花。插花，现场来啊！现场来，我们有准备。那现场教一下等等，好不好？那太棒了。可以三个嘉宾都一起来。都可以是吧？对，我们有准备。那您先插呗。那我们来，把道具拿上来。然后现场指导您。这么插有什么讲究吗？对。我们这个提篮因为是做一个伴手礼用的，所以我们在插的时候，你的花不能高过这个提篮，你至少要在手握点以下，能够拿得住。对，再拿，哎，而且不碰着这个花。对，我知道了啊。然后插的时候尽量就是，比如说轻盈的花材要高一点点，因为不可能特别沉重的飞上天，然后特别轻盈的压住地，所以呢，我们轻盈的稍微插的高一点，然后大朵的花材插的稍微低一点点，下一点，对，有一点错落就好了。所以我给大家简单示范一下。哦，好，大概剪到什么样一个长度啊？比如说这一支玫瑰，那因为它花朵很大，我想让它做一个表现，因为它不需要一直插到底下，它只要插进去2公分就可以了，我轻轻的有一个角度就好了。它的叶片其实是可以利用的，就我们不要浪费。装点。对，然后可以就像原汤化原石一样，你可以把它插进去做一个装饰，然后可以了，不能再多帮忙了，再多帮忙就全程您插的了，好不好？对。哎呦，我就觉得刘老师插的也很好，这个位置刚刚好。对，这个也可以，然后再插低一点点。然后我们剪的时候尽量是斜剪。斜剪。对，就不要剪平，因为像插花你斜剪它的切面会比较大，会帮助它吸水。对对对。看这孩子在家没干过活。伟健哥，您那个插的太高了吧？您那是插成灯塔了，您中间那纸，我的天哪！都插的挺好的。我得跟他们有点区别。是吧？有点区别啊。对。哎，您这可以啊。嘿，你瞧。您这真可以啊。特别像样。真的是。嗯。哦，您这可真是有正面没反面的。就冲这一面了。哎，小心。这对三位来说，这都是人生的第一件插花作品吧？对。是不是啊？还真是。看一看啊，这难得的这个插花的第一件作品会呈现出什么样子？三位的插花作品呢都已经完成了，那最后我们再让静瑶来进行点评，好不好？谁的更好？从专业角度，我们自己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做这个插花作品是怎么想的，给起什么名字？先从哥您这开始，行吗？好嘞。啊，这个叫这个一花独放，你看中间这个。一花独放，对，那旁边那些一花独放，百花香。静瑶，来，刚才这个伟健老师说了，说叫
一花独放百花香，哎，您给点评一下吧，您觉得这个作品怎么样？因为老师是第一次插花嘛，就我们会从不要从专业的角度去考虑，而是从个人喜好上来讲，我觉得老师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人，而且相对来讲是说喜欢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因为他插的比较扎堆儿，但是他认为最美的一面他要把它完整的展现出去，但同时他又非常有性格，有自己的想法，并且要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他不仅扎堆还扎人呢。他这个有创意，他这个是不仅能看还能摸的。有人来给偷花的话就扎走，真是没有防身的作用。你这个还真是不得了。行，那我们看一看刘和刚老师，您这是，我先说说您的这个花的名字吧，好不好？不忘初心。不忘初心，嗯，好的，只要你给评价一下，专业的角度。刘老师这个花插的还真的是很细腻，我觉得跟当当老师可能因为都是歌唱家的缘故，就是有一种情感的表达都在里边。然后因为他把配叶全部都放在四维了，然后来保护这种花朵，所以等于好像是我自己内心的一个美好的希望，我希望用心去守护吧，这样子一个感觉。插的也很漂亮。嗯。下一个，我这个是七星半月大团圆，对的对的，团团圆圆，你看看，我特意把这个放在中间，满天星放在中间，就是大家一起团团圆圆的一种祥和的气氛。你看人家这姐，他那叫什么？七星半月大团圆。我能问问那月在哪儿呢？假装嘛，就这就都是嘛。他这还有假装呢，也是。那最后简单点评一下吧，当当的这个怎么样？当当老师就有女性的柔美和小心思，因为就像他讲的，已经把了满天星放在中间，并且满天星，按照我们花艺专业的角度来讲，就是前有后有，就整个一个全部都有一个均匀的分布，所以因为女生的作品相对来讲都要比男生更好看一些。谢谢谢谢。对，因为这已经说出来了。女生比男生好看，比男生心思更细密啊，也更缜密一点。真是。对。我们的当当老师刚才已经近距离的感受了一下，插花的这个技艺，是不是对他的这个生活啊、工作，包括他演唱有更深层次一种了解了？我首先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才的才女。她首先她插花，她是热爱生活，而且在插花的过程中，她可以从花里读到了花的意思。就是我们在插花可能说哎这样子那样子，但她觉得花应该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子，她会知道为什么。所以她是一个非常有才的才女，而且心思非常的细腻啊，我很佩服你。谢谢老师的夸奖，我继续努力。所以以后呢，我再插花，我就跟您学了。谢谢老师，就这么定了。谢谢老师，我的荣幸。是吧？就跟当当学唱歌，还跟你学插花，可以，我觉得行，是吧？这可以吧？这可以哈。可以。好，来，何哥。通过刚才的这个插花的过程和这个张静瑶的点评、谈吐，还有她这个着装，我觉得她一定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女生。我觉得这个呢，跟她的工作，就跟花有关系。都说这个腹有诗书气自华，我想他每天在跟花一起打交道，我想他身上的这种气质，他身上的这种修炼，也会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在他的歌声当中你能听出阳光与美好，所以这就是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张静瑶，谢谢老师，谢谢。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听一听插花最有特点、最有个性的想法。李伟健老师，来，这个静瑶刚才给我们上了一课。其实说老实话，我们尤其是我不知道何刚啊，反正我本人我觉得我很喜欢花，但是我也对花比较迷茫。就是比如说，我特别想送人花有一点情调。那你比如说人家婚礼，我就送一种花，我不是说送好几种那个鲜花，哎，那种方式的，就送一种的话，我送什么婚礼？婚礼上一般来讲，以中国人讨口彩的，这对百合，因为寓意百年好合。然后也可以送单的，就是一大束的那种玫瑰，然后表达爱情，就是爱情长久。对对对，爱情长久。接下来就到了两组共同来
比拼的时候了，让我们请出同轮对决的天星马模组合和我们的两位队长。二位来吧，嗯，行使你们的权利。啊、这回呢、嗯，先从您开始。我先来啊。从您开始，来30秒倒计时。他刚才说半个小时不算啊。是啊。首先是要感谢你们这一组啊，他们今天表现得非常棒，嗯、是吧？但是呢，在某种程度上，我就知道刚才我们三位评委看到了，嗯，是吧？我们静瑶妹妹的演唱，那真是堪称专业，尤其是她在这个插花这种花艺这个才艺上，我觉得啊，太多。您还有5秒啊，深的东西在里面啊。实际呢，我觉得今天的表现，我是真的特别特别的。时间到，实际呢特别满意，特别满意。实际呢，我是觉得呢，这基本都是虚词儿。对，人说了嘛，人家特别满意，就为了蹭时间呗。对，反正跟那个就是拉票没什么关系，但是人家特别满意，人表达自己态度了，是吧？对，没问题，没问题。那您的30秒，计时开始啊！哟，我的妈，这老艺术家！我们来到了宋医生店。从头那个职位看他们表演，看得那观众啊不敢眨眼，看得我一直不把气喘。今天你们表现实在精湛，观众们个个给你们点赞，你们太好啦，太美啦！哎呦，我现场的观众都不认真的，都多少秒了？都老艺术家能不能行呢？还站一句呢？一起点赞。哎呀，狡猾！我公平的说一下，这一轮我以示公平，我虽然您唱的特别好，真的，我觉得现编的词，我觉得您这个现场这个即兴表现特别棒，不像那个汪队长，汪队长就是没词儿，哎呀，所以我决定啊，我决定，既然您表现这么棒，取消您这一轮30秒加油的资格，好不好？因为实在是超时太多了。好的，心情能够感受到，没问题，好吧？来吧，三位。接下来，你们到底是会选择天星马模组合，还是我们的静瑶？来，先从何刚开始。汪队虽然最后的这个30秒不是那么精彩，但是我觉得他开场的那一段还是让我记忆犹新。但是，特别是导播没录那一段，不，特别是他把这个花艺说成园艺。啊，他对他的这个选手如此的了解，如此的鞭策，如此的展望未来，我觉得这是个好队长，是不是？那可不，花艺将来就要把花艺做成像园艺一样，不仅要在中国亚洲，要走向全世界。我觉得这是队长的高瞻远瞩，所以这票我投给你了。你看看，所以你决定投给金瑶，投给我了，投给他，投给我了，投给你是投给他还是投给他？先说投给他旁边的那个张静瑶。谢谢老师，这是一种鞭策。等等，我就不说那么多废话了啊！我就觉得我从心出发，我的心投给花。谢谢老师，你就赢了。行了，现在这边已经2票了，那也得让飞剑老师来表达一下情感啊。正正虽然赢了。但是呢，我觉得正正不要骄傲，是吧？是。我这一票不能投给你，嗨，因为我要投给这4个女孩子，因为她们很冤枉，因为她们受了卓林的连累，你知道吧？这个4个女孩子，我投给你们，把票。谢谢老师。哎呦，别想了。好的，那这一轮我们恭喜静瑶获得了3位评委老师的多数的认可，获得了优先选择奖品的权利。来看一看大屏幕，1、2、3、4、5、6、7、8，8个号码，每个号码后边会有一个对应的奖品。那静瑶，我选3号。好的，这边3号。那几位姑娘，你们选择？因为我们是4个人，所以我们商量一下，想选择4号。好的，太厉害了。这边3号，这边4号，我们看一看翻过来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奖品。来，请打开。哇哦！恭喜，恭喜静瑶3号 VR 眼镜高科技产品，好吧？厉害！看一看4号，也适合你们。
跑步机一台，是吧？这骑着马的时候也需要锻炼身体啊，没事跑跑步是吧？下回我把这个做大一点，你骑着马也可以跑，行不行？好吧，行，恭喜我们这两组分别获得了自己心仪的奖品。那接下来进入第三轮的对抗，来一起期待。在这里也感谢香丹青为本栏目的奖品提供了赞助。我们首先欢迎汪正正队长和他第三轮的队员，接下来欢迎卓林队长和他第三轮的队员。祝贺祝贺，这个前面够呛啊！老艺术家还这么精神焕发，那你看这了不得呀！哎，现在是1-1了，2-0，2-0了，2-0了。对他们零，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好吧？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对对，我们是三轮，我们是零容忍。第三轮也要。也要拿出最强的实力，好吧，让大家记住你，好不好？对，那这边从你们这边先开始介绍。哎，我们这个小伙子，你看这打扮啊，名字叫李海正，宠物医生，宠物医生也可以叫兽医。好，宠物医生，咱那边呢？那个我今天这一轮不会错了啊！评委，三位评委，是，这是我们本家汪东，汪东花艺师，这回没错了。这回这个花艺师可了不得，汪东你来。我是花艺界的园艺师，园艺界的花艺师。你看看，又说反了。不是，两个没错，两个都有，没错，两个都有。哦，二位队长，这一轮的选手都已经选出来了，汪东、李海正，那到底这一轮哪位率先出场？我们灯光组决定，开始。你想让谁先出？想让他们先出啊？不一定，来吧。那不一定。哎，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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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选对了，您选对了，确实不是他们先出，是您这边先出。李海正，今晚看我的。刚才说到了，你是宠物医生。对，宠物医生。做了多少年了？现在已经是9个年头了。9个年头了，你做过最长的一次手术是多长时间？还记得吗？我做过最长的一次手术呢，大概有4个小时。4个小时？对。那是给什么动物做的？这个是这样的，有一天我的朋友出去吃饭，回来的时候在马路中间看见了一个小狗，它不动，然后他觉得它在马路中间很危险，他就想下车把它驱赶，拿去旁边。但发现这个狗狗呢，就一动也不动，而且很惨叫，然后他就及时给我打电话，我说你赶紧带到店里来，我给它检查一下，看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呢，他就把狗狗带到了我们的医院里面。来了之后呢，我们就给他拍了一些 X 光片，做了一下影像学的检查。然后发现他全身呢有很多处的骨折，应该是出了一次的车祸。然后呢，哎，我们看看是这个吗？对对对，就是这张片子，大家可以看到。哇，好清晰啊！对，他的骨头、腿的那个位置支离破碎。对，而且这个骨头已经跑到皮肤外面了。哎呀，很惨烈的，听着都疼。哎呀，对对对。然后我们平时工作中遇到的这样的案例还是比较多的。有的主人呢，因为感觉动物非常痛苦，而且这样的病例后期确实会有很多的后遗症，包括骨髓炎、败血症，然后呢可能会面临截肢或者死亡的风险，所以有个别的客户就选择不让动物痛苦了，会打一针。然后呢，我这个朋友呢却想着它是一条生命，那么我们商量之后，我们要坚持努力让它有一次机会活下来，所以说呢，我们就给他做了手术。但是呢，他的骨头碎得特别厉害，而且他的这个直肠和膀胱也受到了影响，所以说呢，他的手术可能进行要到2到3次，所以说他一次手术呢就要需要4个小时。那一共给他做了几次手术？现在是做了2次。对，是。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恢复的怎么样？现在恢复的还很理想，最起码他生活可以自理了。但是呢，他的后半生可能要靠轮椅生活，因为他后边的神经受到了损伤。我们看一看啊。对对对，现在就是坐着这样的小轮椅生活。就是他其实现在已经他的断的骨头，你们已经帮他接好了。对，这是把骨头接上的，就是我们给他放了很多的钢板和钢钉。然后把他这个碎的骨头都清理好，然后给他重新接在一起。但是他现在的生活，即使经过这样的医治之后，还是像我们刚才看的一样，
现在只能靠一个辅助工具来生活，对对对吗？对对，这看着也挺可怜的啊，因为这个。我其实不是第一次看到狗狗是这个状态，我也看到过别的宠物，就是他们由于一些车祸也好或其他的疾病也好，只能下半生都要靠这种轮椅来生活了。是的是的，对吧？对。您做这个职业啊，内心肯定是对动物充满了无限的这份喜爱。是的。然后才做这个职业。是的。那做这个职业这么长时间，您觉得让您最感动的事情是什么？或者说是您最自豪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首先我最感动和我最自豪的是我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兽医师。嗯。然后呢，在我的职业路上呢，我救治过很多动物。然后当然啊，不管是人医还是兽医，这个医学界肯定有我们解决不了的难题。嗯。但是我们还在努力，我们还在追求。我只想终身来奉献到这个事业，为毛孩子谋求更好的福利。三位，我们有什么样的表达？先从维健老师开始。嗯，我觉得作为一个兽医，可能不会像，是吧？这个给人看病的这种医师，那么受尊敬吧？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偏见在社会上？之前2010年我是刚入行业，那个时候可能稍微的有一点点，但是现在好多了。好多了，对对对，现在好多了。我觉得其实他的这个尊敬啊，其实医生的来的尊敬来源于病人的家属，而他们得到的尊敬来源于宠物的主人，是这样的吗？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是一种，一个是社会进步了，嗯，还有一个人类关注动物的命运的这种认识也更加深刻了，对，所以会使一个兽医更加受尊敬了。没错，我觉得这是我们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那我们听一听丹丹。刚才看了那个小片，就拍那个 X 光，我觉得好心好痛，就觉得那个小动物太对他来说太残忍了。所以今天借这个舞台呢，我也想呼吁一下更多的人，一定要看好你们的这个小宠物小宝贝们，真的让他们不要再受伤害。同时呢也对您表示敬意，谢谢您。何哥，都说这个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宠物已经是人类的亲人了。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海正唱的这首歌叫《听说》，是吧？对对对。据说是在网上很火很流行，它从歌词到这个演唱更像是与人诉说低落的情绪。海正的这种音色恰恰的又把这种歌的感受表达得很到位，所以在唱的过程当中，你就把观众带入了到这首作品的情境当中去，所以我觉得你这首歌唱得很好，我很喜欢，点赞。谢谢老师。特别好，也说到了你的唱歌啊，我觉得真的是通过你的嗓音和你的表述，知道你内心其实是一个特别柔软的人。如果不是一个特别柔软的人，也没有办法能够有这份耐心和爱心去帮助这些小动物们。加油，加油！谢谢。好的，那这就是海正刚才带来的表演。接下来与他同轮对战的汪东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和他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一起来期待汪东今晚干你的。汪东今晚看我的。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震动，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10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有些人最后难免沦为
点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汪东是国内非常著名的园艺师、花艺师，对吧？从业18年，做过很多很多大型的园艺的项目。如果让你选一个你觉得最难忘的，或者说最重要的，你会选择哪一个？最重要、最难忘的应该是2014年的 APEC 峰会。刚开始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当时的心情就是无比的激动，啊，激动到我每晚都睡不着觉。那我感受到了，说到 APEC 峰会，现在都已经对，现在还激动，知道吧？现在还激动。我离得特别近，现在能感觉到它有点抖。APEC 峰会，我都拿到了，是那个感觉。对对对对，是吧？对对。做了多长时间的准备啊？就为了这个 APEC 峰会的这个意义。APEC 峰会从刚开始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一直到制作完成，嗯，一共花了是1个多月时间。就1个多月时间？对。哇，那这个需要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呢？我们前期是接到任务之后，前期是先给做设计，完事儿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选材。嗯，选材这个环节就是特别重要，也特别的费时间。嗯，当时我们的所用的花材达到了60多种，所用的这个花的总量达到了20多万只。哇，是一个特别庞大的一个园艺的工程。对，我们看一看吧，看一看您做的 APEC 峰会的这个花艺的展示。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每一个花的心思啊，像您说的，花您选择什么样的花，它的花期、它的颜色，包括它的寓意，都要下很多很多的功夫。对对。所以做了1个多月的准备。当看到 APEC 会议胜利召开之后，你作为花艺的设计师，你自己内心有什么样的感受？第一感觉就是震撼。震撼。嗯。激动。嗯。兴奋。兴奋。对，用这种所有的词都表达不出来当时的心情。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自豪。对对对，自豪。更多的是无比的自豪，感到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和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好，这就是汪东刚才他带的歌曲和他的故事。三位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点评？何刚先开始。你把所有的鲜花、所有的芳香都留给了世人，但是呢，你在背后默默的付出却是这样的辛苦。我觉得今天你终于站在这样一个辉煌的舞台上，灯光下来歌唱。虽然实话实说，你的歌声还不能跟你的园艺作品来媲美，但是我觉得此时此刻也应该给你热烈的掌声。谢谢，谢谢何工老师。好的，那等等。我觉得他就像一个导演，嗯，他把那些花当作演员，把这演员的最美的那一面展示给世人。我觉得这是我，最欣赏你的地方，所以我要给你点赞，谢谢你。谢谢老师。好，再见老师。你是算是一个民营企业吧？对对。你想想，我们国家的大国外交、主场外交活动，能把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一个民营企业，这就说明我们国家对这个人才、对好的有竞争力的企业还是相信的，还是信任的，还是支持的，要不然不会把这么大的活动交给一个民营企业。也说明你们在这个行业当中做得好、做得优秀，做到位了就一定会有好的机会。谢谢老师。谢谢。那真的那句话叫增光添彩、啊、哎，因为彩色主要由它来实现呀。对对对，增光添彩。好，这就是汪东带来的表演。那接下来我们把两位队长和海正共同请回到舞台中间来。哎，这轮我得严格控制二位啊！好，说好30秒，咱就30秒。然后您说行，我肯定遵守啊。您说行，我就开始倒计时。不是，我三秒就完事儿。你3秒就完事儿，3、2、1，好，行，可以了。那我不算是吧？不算。来，那先从您这来，好不好？好，30秒倒计时开始。这个李海正呢，确实是非常有爱心，是吧？大家知道，小动物呢跟人类一样是最好的朋友，他们也有生命，
所以小动物一旦有病的时候，它又不会说话，又不会有什么表情，它能把它们医治好，我觉得是对人类、对社会都是一个巨大的贡献。我代表小狗、小猫，汪汪汪，谢谢你啊！哎，好，时间到。这轮您的表现虽然很朴素，但是很接地气，是吗？是吧？真的，您就把小狗小猫都代表了，这个真行。来吧，您这边30秒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30秒倒计时开始。感谢队长们的认可，今天我们我认可你了吗？汪东的表现呢，我觉得是堪称完美。尤其是他谈到他自己的个人经历的时候，稍微有点哽咽，那是我们内心的那种自豪啊，团队的精神和力量。刚才三位评委对你的评价，那真的是在这三轮当中最高的一次。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这轮够高的，那一定是完胜。时间到。好的，这轮二位非常难得的守了一把十啊，所以呢，而且说的也确实都是在理儿，是吧？在情在理儿。那接下来把权力交给我们三位点评嘉宾，那这一轮先从魏健老师那边开始，好不好？来，您是选择海正还是选择汪东？我要把票投给卓林战队。好的， 好，恭喜竹林战队，我们海正获得一票。这叫有毛不算秃啊！来，邓丹老师，我就把难题交给何刚吧。好，我投给汪东。好的，现在1-1，那刘何刚老师，我觉得，选手从唱的角度，好，确实海正更好一点，那我就投给海正了。好的，那这一轮恭喜海正。2-1获得了胜利，获得了优先选择奖品的权利。为了表示感谢，那汪东也有接下来选择奖品的权利。来，我们回头，以后何刚老师要有什么毛病，你过去帮着看看。你这话要是早说，这票肯定拿不着。没关系，我可以回过来。我这次投给汪东。回不了了，我投给汪东，回不了了。来吧，我们看一看大屏幕。那九宫格1、2、3、4、5、6、7、8八个号码后边都有属于自己的奖品。那这一轮我们知道海正获得了胜利，可以优先选择一个号码，对着镜头说出你要选择哪个号码。我选择1号。好的，1号。王东对着镜头说出你要选择哪个号码。我选择2号。好的，1号、2号，我们翻过屏幕看一看奖品到底是什么。哇，恭喜海正获得了4K 电视机一部，也恭喜汪东获得了笔记本电脑一部。在这里也感谢湘丹青为本栏目奖品提供的支持。那二位都拿到了自己心仪的奖品了，二位队长这一场也非常辛苦，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们把所有的选手，这一场的1、2、3轮选手全部请回到舞台上来。之前两轮的获胜队都是汪正正队，所以2-1，恭喜汪正正队获得本场冠军队。哎呀！有请我们三位点评嘉宾为所有选手来颁发奖杯。我发现一个问题，卓林老师战队的选手每次只能看看奖杯而已，是吧？对。好了，各位，恭喜各位今天得到了自己满意的结果。虽然没有得到我们的奖杯，但是也得到自己心仪的奖品，让大家认识到了你们。加油，大家一起加油！谢谢各位。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综艺盛典，今晚看你的全部内容了。本栏目是由湘丹青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